要么要找，我们找啊，找那个厂长，你也去上，就是尽量找问一下。
各位媒体朋友，等一下，我们原则上电访跟民访是一起在这边进行，然后是一个电梯会从地下室走上来，对，动线让你们了解一下。有些报道。哎，不是上的。你也交给我，你要吗？恁家的无了，我到这啊，还东升。哦，没有，东升，东升也敢交。谢谢啊，东升，我爱你。最喜欢的电视台是东升。这个吗？这个。喂，谁啊？喂。喂，那如果两个，喂，这样可以吗？喂，这样可以吗？他上来告你，我这边完全被挡住了。好，不过等下他们上来，我又从那边过来。没有完全被人少挡住。
点的。
拉一个来嘛，做这个好了。算了，后面背景怎样不要太重，我去帮你拿一个也行。可是这还没开，那还是我家丢一只。对，因为这只刚刚好像都没问题，只有这一只有声音吗？喂喂，有。叫一下房子。确定在这个位置，这一只两只点。喂喂喂喂，可以。
踢赖，等一下当事人好不好？跟我无关，我只是路过而已。还 OK 吗？哦，各位，生日超热闹，好尴尬。男的站上了，也没什么要问我的，对不对？爱你爱你爱你。来了来了。拿一个面，看这样子啊、哦。拉门器，这个这边这个，好，这里这里。这个正前面，谢谢。啊，那个手机就可以出了。好，这边。老是在，我们每天都在亲啊，对啊。搞不好以后新的机会不多了。谢谢。可以进这边吗？这边有吗？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这边吗？这边来。这边来的。谢谢。哎，这边好辛苦啊。啊，这边也有。他说要亲一下。OK， 好。那我们就防一下。怎么这么尴尬？哦，视线是这边哦，好好。视线这里。这个，妈呀，我觉得我好像做错事，好恐怖。昨天呢，刚好是事出突然。那我先跟他报告一下，因为他们林代不太想听我说，因为当事人就在现场嘛，对不对？我是昨天。看到媒体的报道才知道1月29这件事到底真相是如何，我们一起看下去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Sandy。谢谢大家的关注。是的，明年1月29我要结婚了。真的吗？对，真的吗？对啊，因为昨天刚好是他的生日，然后这个消息出来，我就想说，我完蛋了，所以我昨天就是没有给大家很直接的回应，然后后来就是在经过了长达5个小时，跟他好好的吃个生日餐，然后跟他好好的说明白之后，对，决定今天还是因为要录影，所以还是决定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消息，这样，然后天哪，我这种紧张的心情。跟我出道第一天的心情是一样的，怎么这么奇怪？不是，因为他啊，可能是因为被他妹妹超车，所以他心里面不爽。没有，没有。所以现在是报复性结婚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我已经跟他讲，反正你就跟佩岑姐姐几岁结婚，你就几岁结婚嘛。哦。佩岑是35嘛，36。32还是33而已。35啦。没有啦。35结婚吧。那现在要 call out 是吗？啊、你现在要 call out 吗？啊。我不知道啊，佩岑姐姐没35、34还是35，我忘记。那不是重点。哦，不是重点。然后呢，我说你可以，因为我们是艺能界的，你可以晚一点。结果呢，我竟然在我生日当中晴天霹雳，是记者告诉我说你女儿要结婚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他说你有毛病啊，她刚结完而已啦。他说不是，是 Sandy。我那个时候真的是晴。MPD 差一点
整个人变晴天霹雳布袋戏。什么？我跟你们一样是才刚刚知道的，所以我现在我招谁惹谁了？就两个外来的朋友，从我们家走两位正妹，你们现在是怎样？你就跟大家报告一下，129是当真吗？如果是，等一下会有一个人冲出来，然后拿一个牌子，哈哈，整到你了，那我会翻大脸哦。没有，是真的，是真的，是真的，你也会翻大脸啊？有差吗？那你就聊一聊这个对象吧，好不好？爸爸也要深入了解一下。好，妈呀，我脸超热的，我要怎么深入了解他啊？这个我要讲什么？我不知道，啊？哦，有是有求婚的，然后赶快问，快点，我不知道。就求婚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但是因为求完婚没多久，马上就疫情爆发，所以我们就想说，一定也不可能在这个期间结婚，所以就一直都放着。然后我工作也就一直都满档的状况，所以常常在跟大家访问的时候，也都有讲到我工作量很大，所以现在 focus 就你可以不要一直在旁边叹气吗？对，然后就是先专注在工作上。那现在是看这个疫情稍微趋缓，然后爸爸也是媒体界嘛，对不对？他们一般都会祝福，恭喜哦，好像是双喜临门哦。没有，大家不要担心，没有，我看很多那种新闻资料都要打肚子什么的，没有，完全没有怀孕，不用担心。睡大了，所以没事，对，所以还要聊什么？哦，求婚过程就是下了一场雨，然后就是还蛮浪漫的啦。他就是选择在一个屋顶上，在屋顶唱着你的歌，不是，就真的他蛮刚好选择在一个屋顶，然后就是对，然后。把它装扮得很漂亮，然后就是在我们比较 close 的好姐妹啊、好朋友们的陪伴之下，就是完成了求婚这件事情。对，那时候也怕惊动到大家，所以就一直都安安静静的，就是默默的收藏这份喜悦，没有跟大家分享这样子。对。他知道，但是他就是一直想着这一天应该不会那么快来，所以他就是也都当作没有看到，这样不敢面对啦。对，大概是这样。面对，天啊，我整个人狂发抖。我现在好的，还有什么要问的吗？很帅啦，这我跟你讲啊，原因就是因为太帅了啊，高高帅帅，他根本就是。韩剧里面才会出现的人物嘛，对呀、啊，还好啊，因为真的蛮帅的。然后最重要是就是说很孝顺，嗯。然后主要的原因就是也是基督徒，然后事业非常的认真。对，我有两个那个装潢的案子要丢给他，到现在还没有帮我弄，因为他 case 满档，林北代志没有。好，你就想要处理我女儿？没有，你不要这样子，你放冷静一点，你冷静一点。对，就是对，他是做室内设计的室内设计师，然后对，就是因为认识蛮久的时间了，所以爸爸有一些 case 什么的，然后就会交代给他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大概就是这样，还要分享什么？哈？因为我本来想说1月29号再隔一天小年夜再来就过年，大家应该不会就是惊动到大家，然后就是大家赶快去过年，然后就不要管我，没关系，反正我该给的什么照片啊，什么该交代的一定都会整理好一个完整的 package 给大家，结果没想到就意外的被大家发现了。那我今天我是跟他们站一起的，好不好？既然这个事情已经讲开了，像我们家老二他们是坚决不让任何媒体能接，那你结婚干脆就大名大放咯，好不好？干脆我们就还发记者证，好吧？那进来我们还有记者席，他们就是都是爸爸的老朋友，我们一样开了，应该记者朋友10桌可以吗？10桌，好吧？
然后十桌办一办好了啦，好不好？这个认了。那老二因为真的圈外人了，我们就不让人家特别接近，这样不好意思，好、哦，好吧？那到时候访问就好了。还有其他吗？哦，对对对，这件事情很重要，一定要跟他说，绝对没有，我是事业心很重的人，没有，我很 enjoy， 我没有要隐退，对不对？我非常的 enjoy 我的工作，然后目前也为至少到2022年的年的那个计划都已经排完，这不可能要隐退的，对对对，所以还是感谢所有的爱戴我的厂商还有粉丝朋友们，就是不管是明年的代言啦，然后还有各式各样的计划，全部都会正常的举行跟进行，对，然后这个婚姻是一件大事，但它就是生活当中的其中一件事。那我觉得工作本来对我来说就是很重要，所以绝对没有要隐退，但还是非常谢谢大家的关心。那你会不会担心结了婚以后因为形象就是已经是人妻嘛、嗯、对，听说那个邦宝士在找你是吧？没有，没有人婚讯传出来一天就有邦宝士，这个时间的排程有点不太那个。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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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我本来是希望他晚一点再嫁，但是就是年轻人啊，就最后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，因为这个艺能界里面啊，你可以多保持一点这个神秘感啊，然后形象要像 Sandy 这么好的也不容易，对不对？形象要像他爸爸这么不好的也不容易，在当年我也是担心万一我已婚的形象会影响到我的演艺事业，后来证明不会，对对对对，哎，未婚生子其实也 OK。你可以在别场再来聊未婚生子吗？因为这个会变成我这一段的标题。哦、没有怀孕，没有没有，一切合情合理合法进行。好，吓死我。哦，要生几个小孩没有特别的想，就是觉得家里热闹也 OK 啊，如果没有也没关系，就是蛮放轻松的。然后欣赏他什么？他就是一个 我最欣赏他哪一点啊？到底是干你什么事、啊？我最欣赏他离我远一点，就是来我们家抢人的嘛，就还用说吗？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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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仍然永远是小明星，你永远都是大跟班，好不好？永远让你睡中间，这样可以吗？好不好？对，欣赏他，他是一个很孝顺的人，然后他也蛮善良的，而且他话不多，这个是我一直非常乐见在我生活当中可以遇到的一种男人。对，话比较多，然后长啦，哎，长得高这件事情很重要，基因啦，高高帅帅，还 OK 还 OK 这样子，嗯，好，好，可以的。我其实本来是想说，因为九月事情比较多嘛，我真的是完全是一个事业脑，就是在想，哇，又有金钟奖，然后又有他生日，然后我们的那个时尚圈也正在忙，然后就这样想说，没关系，就等着等着，想要等到大概11、12月才有打算要跟他分享这件事情，所以很突然的就公布给大家知道了，然后。那就只好面对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这个事情是被公布。我们两个聊天是说，因为知道媒体发问于我的时候，我非常愤怒的。我说，他妈第一个，我为什么这根本胡说八道？然后我再问他，才知道说他们有去做了一些事情。啊、对，然后不用讲这个，不用这不用讲这个，不用讲。对，然后不是哪一单位先知道的。对啊，我们也不知道是。我们也不知道谁先知道，然后出来是日期什么通通有。我们也不知道，其实我们今天蛮想知道这件事的，对，但是 OK 啦，反正喜事嘛，对啊，喜事啊，没有，哦，对，那个，啊，你要讲什么？你冷静一点，拜托，冷静点，对对，没什么大事，大概就是这样子，对对对，好，恭喜他，哎，好。啊，有通有通话有通话，对，因为当天刚好我们是在公司的大聚会里面，然后原本要打电话跟他道贺一下，对，一看还有哎呦还有互相有拉锯，我说哎这样很危险呢，哎输这么多，
因为当时开票才开1000多票，还输，对，后来是赢了很多仗啊，那也这个祝福他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领导啊，有都有都有，嘿。上海做生意哦，我有我身体，我为什么？原因就是因为要需要隔离20几天，所以这个是我正在考量。那后面会不会有变化？会，因为接着下来可能微解封的话，口罩搞不好就可能那个说暂时还不会，但是马上也就会进入到确诊的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好。地球不会永远这样的，有一天一定可以更好。那个时候搞不好去只要7天，那我可以7天在里面办完工出来。我的办公室在那个陆家嘴嘛，在那个浦东，我的办公室装修好1年多，然后各位我没有去过，就这样很大的一个黄浦江边的一个办公室，对，卖海豚吸尘器，对，然后还有我公司其他的产品，我慢慢淡出，因为这个媒体界哦，我已经越来越不适应了，每天要面对很多的记者朋友，他要结婚。所以是比较粗俗的话，关我屁事。我也是看媒体才知道，我二女儿要结婚，我也是她日期给我，我才又吓一跳。这样，我们家都是奇葩，接着下来会沦陷的应该是露西派，还是干脆一次让我哭个够？还没。这个还没。爸爸唯一想要跟你说。不管如何，好吧，爸爸都是地球上最爱你的男人，好吧，认证。啊，你要不要今天把告别父母的话顺便讲完？啊？不用是吧？不用，我还没有想清楚。好惨啊，二女儿就她妹妹在告别，爸爸，你什么时候？哇，我本来想说抖着脚看能不能更顺畅一点，然后不会那个。对，抬头这样看他，爸爸，谢你这几句话讲，才前面讲5个字，眼泪就从这里飙下来了，我的妈呀！我希望因为前面当作彩排了，你的部分正式的，你的部分看爸爸可以 hold 得住眼泪，好吧？好，可以的。唯一爸爸跟你说的是，不管你做任何决定，爸爸永远都在。好，生养交陪，我现在就是在陪你。我要说声，我爱你。我也爱你。I love you too. I love you three. I love you forever. 好，谢谢。看什么？说这个蒙沙他要接棒。啊？有这个。要什么？我。好突然哦。不可能的代志。是，你怎么会问这个问题？哦，没有吧？哪一家报道？没有，还有其他的问题吗？没有就可以了。还没有想哎。登记对啊，登记就是哪一天有空吧。登记的时间还没有想，现在就是先放着，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进行，没有结过婚，不知道到底会是个什么状况，所以还要再研究，要思考一下这样子。OK， 好，可以哈，谢谢谢谢谢谢。OK， 好，谢谢谢谢，都下。恭喜。